看我妈给我用小酥肉的这个脆炸粉炸了好大一盘丸子呀，里面有肉胡萝卜。你们做丸子的时候，那个脆炸粉放了就不要放盐了，因为这脆炸粉里边有盐的。好好吃，平常时就用那个，我平常时就过年的时候才会吃。我妈一边炸，我站在旁边一边吃，都吃了不少了。我平常是煮面条啊，或者用丸子烩点粉条都好吃。好想快点过年，因为我爸炸的丸子比我妈炸的好吃。过年要回老家，是吧？做的丸子啊什么，都是我爸做的。我爸做别的可能不好吃，他炒菜什么的都不好吃，但是他做丸子真的是好吃。茄子青鱼罐头，我这个是就是这样的，这个罐头就是这么装的，直接给它开盖，扣在热米饭上，撒点葱花拌着吃就可以了。我这个就是一罐的量。
它里边基本上都是像这样这么大块的鱼肉，一块一块的。Thank you.